運動場，今日係 Adidas Cup 2012 U13 組別嘅比賽啊！咁啊，中午一日之內咧就係舉行曬數目坐標方面咧，亦都係贏到北區啦。啊，北區大家知道就退出咗，啊，另外就輸個比四三一，我相信賽事三分，前期就係四分嘅。咁啊，而家就陳希力之間。可以獲得精美嘅 Adidas 嘅禮品一份嘅話，只能係 Adidas 嘅 標牌一張嘅啦。好簡單啊嚇，大家只需要咧就係我填曬成份問卷都唔需要五分鐘啊，但係已經可以獲得呢個 Adidas 送出嘅精美禮品或者係 標牌。依家就我哋呢個 Adidas Challenge 嘅，就喺一號場隔離方面啦，我哋就設立咗咗幾項嘅挑戰賽啊。各位朋友仔咧，知道就盡快咯喎，我一點半就會截止嘅。完咗之後咧，就大家記得玩完之後就將你個積分卡就交到去 Adidas 個 counter。如果呢一場都係贏超過四球波嘅話咧，就可以上喺四組唔同嘅組別入面啊 ，A、C、D 組都有份。